十九，你快起来吧！你阿爷原谅你了。你不许求他，这次又是什么？你剩下的嫁妆，十九，这些你都别管。阿娘是亲，为什么？阿娘你是他的，就是亲。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娘，我们就要在这屋里忍气吞声？就连姨娘都敢欺在你头上，阿娘！ 十九，阿娘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这都不怨你阿爷，他也不容易，都是为了崔家，阿娘更不能断了崔家的香火。好，怨阿爷，怨。 我告诉你，我催了十九，一定会让我们两个在阿爷面前抬得起头。我十九郎发誓，阿娘，为什么我该做的都做，我帮不了阿爷，救不了你。 我也救不了我自己。十九娘，十九娘，您这一天滴水未进，别喝酒了，咱们吃点东西行吗？我早就抛弃了做女子的那点现实安稳，靠拼，靠强。 从那些叔子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得到了阿爷一点点的重视。现如今你叫我怎么肯嫁娶郑家？我怎么肯啊！十九娘，嫁给郑武那个浪荡子，靠着郑家过一辈子，在一方院落里悲哀过活。可毕竟是郑家。 也可锦衣玉食，安稳度日。可我不愿，安得我成？我知道。我从小长在镇郎阁中，认得账本，识得珠宝，哪样不比我那些兄弟们强？可为什么他们就能一次次的失措经营，而我到了年纪？ 就要将真郎阁拱手让人，只能被困在这闺房当中。为什么？我绝不愿像我阿娘那样。我不愿意，我要出去。帮帮我！十九娘。 我刚在家主屋外听到，镇主连台他们已经派人送过来了，准备送去锦州县给探望。待家主去码头接镇主连台的时候，我便送十九娘。哦，不对，我便送郎君出去。镇主连台，那是不是只要张金然没有账本，我们想办法？ 凑足赔款，崔家就能渡过此劫。嗯，是的。好，好。